看见世界的美好，请常念南无须弥灯光如来。接下来请收看长老法语。能学长老号元慈，嘉义县东石乡人，16岁时出家，民国44年受比丘戒，民国45年入福严精舍清净应顺导师6年，民国53年任南普陀佛学院以及慈明佛学院主任兼教授，毕业于香港文人大学文史系、珠海大学文史研究所。人称现代化僧的能学长老，为人慈悲，佛学素养深厚。40多年来，一直在艰困的环境下，默默从事翻译白话佛经的书证工作。近年来办理佛学自修班，并且成立育幼院，收养孤苦无依的儿童沙弥。现任高雄县阿莲乡新超峰寺住持，以及白话佛经杂志社发行人。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阿弥陀佛。我是高雄市阿莲区新乡寺主持莲合。我平时拢从简甲翻译白话较袂用，而且经费也有限，所以所讲无遮济。各位若是有啥问题，会使敲电话来问我。咱今日继续来讲这个《楞严经》第17集。顶回呢，有道是咧破阿难尊者，即着讲咱咧会当知影了解即个心呢，是伫迄个心内啦。啊，即卖即回呢，有道咧破阿难尊者，即着讲咱即个会当知影了解的心呢，是伫心外。经文安尼讲，阿难起手以白佛言：“我闻如来如是法音，我彼我心是其心外，所以食何？彼如电光，烟离色中。”是丁必令先教释迦将其释门呼吸停止，一切众生不见心中，独见心外，亦如丁光即在释迦，不能教释，是义必明啊，将有所学，功夫了矣，必无妄也。这段文咧讲，阿难尊者呢，起手就是磕头啦，磕头顶礼，向夫磕头顶礼后，跪咧边碑，这边碑呢？是下背向顶背讲话吼，禀啦，禀告啦，啊，背就是当禀背就是讲当遐讲清楚，禀告清楚，禀告佛陀安尼讲，我听闻了如来。
这佛法的声音，从一回才开始的，打了我知影我的心意呢，时时记在身体外面。为什么呢？比如像灯火光明，如果点燃在色中，应当必定会当照明色内，如何搭上迄个灯色的门窗，照到外面的庭院啊。如果心意在身体内，也应当会先了知家己身体内五脏六腑，只要搭看见外物的，安搭着啊。可是一切众生啊，拢袂当。自己看见心中的五脏六腑，只会看见心外的景致山河物件，所以可知心不在心内啊，而在心外，就像灯火，居在室外，只照室外哈。不能照明色来，可见心是在心外。这个疑虑呢，真明显，应当无什么疑惑啊。相当于佛所讲的明了真义啊，得到无妄识啊。经文安尼讲啊，哈，佛告阿难，是诸比丘，色来将我色罗发声，顺其薄施，归基督人，我以速哉，你观比丘，一人摄时。诸人罢吼，意思就是讲，这段文讲，佛陀都甲阿难尊者讲，这比丘经这地主啦哈，刚才呢，拄拄啊，跟随我，去个释罗发声。呀，伊顺处地啊，只要处地呢，爱好乞食啦，乞迄个廿几万的迄个饭团啦。古来即个基督人太子所奉献的树啊，我已经。熟悉就是实在了。你看遐比丘，敢会因为我一个人食饱，众人腹肚啊就饱起来，敢有可能会安尼？经文安讲，阿难答言，佛诶。讲世尊，何以故？是诸比丘，虽阿罗汉，苦名不同。云何一人能令众罢？意思就是讲，阿难尊者回答佛陀说：不可能啊！不可能一个人吃。众人拢罢，
世上最尊的福德，为什么呢？往这比丘经虽然都已经证得阿罗汉果，但是身躯性命个人无共，你有你的身躯，我的身躯，哪有可能一个人吃饭？哎，当初这么多的人拢腹肚饱起来，经文我安讲，富哥阿兰啊，让你感了低贱之心，实在心外哈，心心相外，自不相干了。这心所低，心不能隔，隔在心际，心不能低了。我今是你多元手，你眼见时心分别吼，意思就是讲，佛陀甲阿难尊者讲，讲假使你认为，如果认为会觉。感觉知影的这心，是实在是伫心外口、身体外了啊。安尼讲起来吼，身体含心意呢，是相离在外，是彼此离开的哈、啊，不相干呐、啊。所以心伫身体外。身体是身体，心是心啊，啊不相干。安尼的心理所知影的，身体运动没有感觉。你若身体有感觉的呢，因身体外的心理呢？运动就当了知啦。我现今吼，啊出世，我扶的这個，扶的手吼，食油嫩啊，油嫩啊像迄多罗米安尼哈，有手食油嫩。你看我的手，互你看啊。你目睭看到我的手的时，你的心里。会当知影吼、哦，经文安尼讲，阿兰但言啊，如是世尊，阿兰安尼讲啊，就是安尼，目睭看，心会知影，世上最尊的佛陀，迄是安尼，眼见心知就对了啊。啊，经文阁安尼讲。不过阿兰啊，若相比者，温和在外，是故应知啊。你然觉了应知之心，自在心外，无有是处。佛经简单讲，无有是处，就是无这个道理啊。这几句就是讲。佛陀甲阿难尊者讲，讲如果你的身体眼见目睭属身体啦，你目睭身体目睭看到，迄个无形的心意会当互相了解知影，安尼心意哪有可能？在身体外呢，身体外就是含身体无关系啦，啊，另外单独伫身体以外，所以你应当爱知影啦。你讲迄个感觉会了知的心意吼，是伫迄个身体
以外，每一时阵就是决定无这道理的，这就是佛的宝。啊，人尊者即表讲迄，迄个无形的心是伫身体以外，嗯，真是话是破功，即表心，即表迄个心是伫个身体以内。啊，做工啊，伫身体以内，那家己，迄个五脏六腑。无先知影呢，无先了解呢，身体内无了解哪哪伫心伫身体内。啊，这回是破案真正讲，那伫身体以外，就含心无关联，那有可能身体目睭看到，啊，迄个心会知影，可见是毋是身体以外。所以，就是拄啊像迄段咧讲。那我佛陀一个人吃饭，迄比起拢个饱，就是讲个人无关系。那，目睭看心会知影。头前咧讲佛陀带弟子去伫个色罗华城去托钵，哀号托钵去。佛陀规定要托钵，袂使紧啊，袂使紧讲哦，去紧卡。较好遐煮个较青草，我一间无爱托跳过一间，迄袂使呐。爱好就是到处死，好遐啥拢甲托，要报信报信无要紧，爱到处死安尼无分别心去托。迄色罗华城呢，迄就是下位城个，我那音乐新个音乐个。嗯，有当称作舍卫城啊，舍卫城啊，伊款个，苏德华，苏德华，舍卫，可能迄音乐差小寡，迄翻译中国意思就是讲，文风文明啦，讲即个色罗华城、夏威城吼，城中居民拢食富足啦，物资食丰富，啊，而且食出名啦，食远拢知影讲一个小微城。伊是绞杀罗国的首都，咱附近咧讲有四官家啦，四官饮食啦，四官家就是讲，补充咱人生命的营养。有四款，啊，这素食啦，哈，第一啊，这短食就是像咱一日一分做三顿食，早顿、中昼顿、暗顿，啊，分段吸收营养啊，这短食，就是一碗会食，啊，呾讲啊，这，薄食就是。但贵完食，迄是印度的习惯。印度不咧用鼻糖丝啊，用手捞的，啊，所以拢捞起来，等下贵完啊，吸落啊，哈，所以就薄食了，哈。第二款或者促食，促食就是讲身体满足，会使你有精神，补充你的精神啊。迄就是像讲咱男女相爱吼，大家底下吼，感觉充精神加充足。本来无啥精神，咱男女一个满充哦，就只有精神。所以即换一款补给营养来食，或者促食。第三款或者舒适啦，舒适就是讲，一款心内存有希望，原来是一款营养补给。听讲一个人绝望，要死啊！啊，尾啊吼，忽然，家讲明仔载恁啥物人要倒来？心内存有一款希望哦。本来都要现崩溃啊！啊，佫会当继续维持无断开，迄就是伊有
有希望存在心内，因为这实性啊，第四关啊，这色性，色就是心色，会当维持你的心。迄个只迄个无色界吼，无色界入迄个禅定，已经拢无身体啊，干那迄个心色伫遐维持伊个生命。这佛经咧讲四观维持生命事物啦，哈。我本人离开台湾五六冬，等到台湾了，看到这个古文啊，经接深细法门。每一本拢教翻译白话，到即摆已经翻译142本，每一本翻译好拢印几万本，全台湾各间大学、各间佛寺拢寄来寄来。啊，若是在家己书书去传道教啊，到即摆全世界，大陆、东南亚、美国、法国、英国、澳洲、纽西兰，拢写过来教他。伊卖写啊，一个灵体书，带加套百几本讲伫卖写啊，要写一个国际网站，将我附近放互全世界知会着。嗯，安怎哦？请神爷同印经送我咧个，啊，搁寄这寄人，搁是几啊个字，用伫电话两台电视方法办一个佛学知识班，啊，继续不断咧接收一寡男众女众。是要出家培养因将来当为佛教方法而生。我伫电视所讲，即用出版电视讲演出教本，各位老师也会使敲电话来本事。咱遮头前间就是建好一间，内底有一尊三百担的观世菩萨，迄是清朝台湾第一夫君公主，伊南海佛陀三请啦，真正南海观世音。我地来参拜，拢得一只大灵感，啊！我家己嘛得一只大灵感。我八九年前发人如果陷害，从地方法院到最高法院判我死脉无罪，还阁要继续甲上诉。我跪在咱三百担观世菩萨头前，求观世菩萨加解救。有一人就忙去观世菩萨，来我头壳顶加休甘露水，才过无偌久。真正最高法院啊，就将迄上诉甲驳回，讲到即摆你也提袂出人证物证，无啥物新的证据袂使阁上诉，到这为止。他三审定谳，还我清白，这就是观世菩萨加解救的事实。但愿观世菩萨保庇大家平安，感谢各位，阿弥陀佛。中奉南海普陀山三百年观世菩萨圣像，欢迎一方气象前来调理。新桥公司数十年来推动经营白话经济90多本，精上海内外，另外办有学习授班、修养护理等，培育未来弘法人才，并且办理慈善事业。因为经费有限，恳请一方大德来扶持。画卦符位，空空数数八五八数，户名新桥公司，电话0736312291，6312391，地址高雄县阿莲乡凤山村95号。感恩能学长老一生慈悲开示，弘扬正法，祈愿长老上品上身，早日趁愿再来，
广度众生，利乐有情。一个人吃饭，一个人度日，这是若是独居老人的日常，却像是我们的居家隔离生活。虽然这段时期偶尔必须保持距离，但当我们见了面，一句问候，一个祝福，一份关怀，一个陪伴，就能用爱拥抱老宝贝。华山基金会邀您一起拥抱爱，不孤单。台湾佛教僧伽终身教育学会举办僧侣善巧助人系列线上课程，报名对象现佛教僧众，每堂限50名，费用由学会供养。报名日期即日起至每堂课前1周额满为止。报名方式：网络报名 www.absle.org/training。课程内容详见官网，洽询电话02-2747-8687，02-2747-8687。台湾佛教僧伽终身教育学会。佛生净土，成佛度众生，生命电视台。接下来请收看般若讲座。首先呢，跟大家问候，吉祥如意。他们这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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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里。这里的人常说，管家的事不要去，这里我们是把这干中来同步呢。这里这当我们是把这，这里他们去了，你们都没有的。他们去了，他们我们是讲的有的。哦，但是你们老早开始就国外买的，但是你们老早不是这个的，就是国外买的。还是可以的。他们就是去了国外的，是吧？我们老早开始光国买的那个的，是，那点买的少。你们老早还过上，他们就是国外买的，你们老早。嗯，对不起啊，对不起，这边首先一开始讲到呢。那么呢，所谓的这个禅修，那么有些人认为说，那么所谓的禅修呢，我们只要知道一般世间的，世间的禅修方式呢就可以了，那不需要去了解所谓的佛法里面的禅修是什么样的方式。佛法是需要禅修，世间上也有禅修，对。对不起，应该是讲说，有些人认为呢，那么在佛法的修行上需要禅修，但是在世间。世间法上呢是不需要的，那么这个想法是不对的。至于那样，
除了马国那样，另外国人。